什么情况？大坏蛋怎么还有个变形金刚啊？我就这群泰坦音响人，这还怎么打呀？溜了。溜是不可能溜的，看我给大坏蛋来个回手掏。回手掏，嘿嘿，我现在有了这么多的监控人小弟，大坏蛋的变形金刚我才不怕呢。我丢，天降炸弹呢、啊！我的监控人小弟直接就炸没了，就剩下五个了。还好这个路上还有，我们小心一点，这些陷阱可不能再让大坏蛋消耗我们的战力了。OK， 还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大坏蛋还是派出来变形金刚和幽冥射手，看我不把你顶飞！哈哈哈哈，你就只管吹，刚才就你跑得最快。是我跑得最快又怎么了？我这是战术你懂不懂？废话少说，有什么花样尽管使出来。切，那我就如你所愿，我们把这些监控人和多一点泰坦音响人，再把这些远程监控合成加特林监控，有了这么多人，我看大坏蛋又该如何应对。面对疾风吧。你个老六，疼！对了，还是有小伙伴没找到这个游戏在哪玩，点击左下角233乐园，搜索合并厕所怪物战斗就可以一起玩了。